美国乡村小天后泰勒斯近期展开巡演行程，每一场都爆满，让抢不到票的歌迷们哀嚎不已。美国的最后六场演出即将在洛杉矶画下句点，而日前泰勒斯大手笔的发放了奖金给卡车司机们。此次巡演大约有50位驾驶卡车的司机，负责运送演出的设备，从演唱会的第一站开始，一直努力工作到现在。于是泰勒斯为了感谢他们，给每个人发放了$100,000的支票，总共花费了500万美元。不过据外媒的报道，巡演团队中的乐团成员、伴舞、灯光、声音技术人员等都获得了奖金，总计高达5500万美元。虽然每个人获得的确切奖金数额没有被公开，但消息人士满意的表示，泰勒斯非常慷慨，他大方回馈工作人员的举动，也获得网友们狂赞，直呼泰勒斯真的好暖啊。